就在这儿了。今日多谢林将军又救了我一次，大恩大德，不知何时能还。之前还说待林将军凯旋之时为你吹笛。眼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陈娘子，当真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吗？ 为何，林将军？这是我的玉佩，上面还有我的乳名。若若，你这乳名真是有趣啊。什么若若？袅袅，不过是另一半女字不见了。 那若另一半女字玉佩被那两人捡了去，就可知偷听之人是你了。你说这一半玉佩是交给他们好呢，还是交给我保管？我觉得都不太好。还是留给我吧。不过就算没有玉佩，他们只需回营清点人数。 就可知偷听之人是谁了。那还磨蹭什么？赶紧在他们点清人数之前回去。林将军，你的伤还好，有旧伤。